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4日讯，今日 NBA 记者 Keith Smith 在推特上透露，凯里·托马斯、凯·鲍曼和齐梅·齐耶梅图已度过澄清期48小时，成为非限制自由球员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凯里·托马斯为活塞出场8场比赛，场均可以得到 2.1 分、 0.1 篮板、 0.4 助攻。凯·鲍曼为勇士出场45场比赛，场均可以得到 7.4 分、 2.7 篮板、 2.9 助攻。齐梅·齐耶梅图为马刺出场18场比赛，场均可以得到 3.2 分、 1.8 篮板、 0.6 助攻。编辑 GOK Sun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